哎，瞧一瞧，瞧一瞧啊！哎，这个慢了。小爷，空间虫洞暂时关闭，我们怎么办？好，先休息一夜。若明日还没消息的话，再去城中心看看。快看快看！我来瞧啊！哎呀，得着好东西了！这不是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 小魔王，谁又是这个倒大霉虫？这可是出了名的小魔女，谁遇见她谁倒霉。混蛋，你居然敢对本小姐出手！待你家长辈略作教训而已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教训我？在天涯城还敢这么嚣张，我爷爷定然不会放过你。若是识相，就现在立马给本小姐磕头认。 你再敢骂一句，他不闪，我来。你敢打我？你这个贱人！哎呦，这小魔女终于栽了跟头了，好样的！终于有人能让这女魔头吃瘪了。可不是嘛，仗着自己罗家大小姐的身份，不知道做了多少孽。罗家，萧炎大哥，这罗家便是空间虫洞的拥有者。 罗家老祖实力约莫在五星斗宗。贱人，我替妖魔爷爷将你的手指一根一根的剁下来。哼，行刑竟如此恶毒。 真不将我罗家放在眼中啊！爷爷，那是那家老祖，居然亲自来了！爷爷，他们欺负孙女，您可要替我做主啊！敢在天涯城对我罗家之人出手！ 真不想活！怪不得你们罗家会教出这种蛮不讲理的小辈，原来这做长辈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啊，斗宗强者！哼，一个小小的罗家，你教出来的孙女竟然比我还刁蛮！斗皇，这么个小丫头竟然也是斗皇，这些人到底什么来历？ 此女子的实力绝不在我之下，若是强行交手，怕是得不偿失。而且如今空间虫洞正在维修的紧急关头。好，几位，今日之事恐怕有些误会，你们先将小妖带回去。爷爷，不准走！一定要回来！带回去！爷爷！小姐，爷爷！走吧。 这位姑娘，不知道能否暂留一下？如果老夫没有猜错，几位朋友此次到天涯城来，应该是为了空间虫洞吧？哈哈哈，空间虫洞这次的问题不小，需要几位斗宗共同修复。 所以想请这位姑娘出手相助。报酬呢？这支队伍的领头人竟然是这斗皇小子。啊，空间虫洞一旦修复完成，那几位便能顺利进入，想必就不虚此行了。
来，几位，要知道这方圆千里之地，可再无第二个空间虫洞。哎，罢了罢了，若是这位小姐能够助我修复空间虫洞，老夫便赠予你们一枚七阶魔盒，怎样？那找到了。就这，没了。哎，什么有的没的，跟我来吧。在这里，不过这丫头寻宝的方式也太……好用就行。这光照蕴含着空间之力，想必是地魔老鬼所设，若是强行摧毁，恐怕会令其中之物有所损伤。你又想干嘛？紫妍呐，你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，我把上次你寄放在我这的药材都炼制成你喜欢的口味。说好的，你可不能赖皮哦。哼。这丫头着实令人惊叹，不知道她的本体究竟是何等可怕的存在。幼年期便有这般恐怖的实力，想必本体不凡，或许中州大陆以南的魔兽家族那里能有这丫头身世的消息吧。接着弄艳诀真，这可是好东西啊。若是我将此弄艳诀修炼成功，那毁灭火莲也就没有了次数限制。这是什么？天妖傀。哦，傀儡之计，这东西很适合你。既然要闯荡中州，争取在出发前炼制出来。躯体、灵魂、异火我都有，但这高等级的魔盒是何等难寻。那这个七阶火属魔盒刚好适合你。行云流水，不错不错。这都神秘魔兽，升迁等级不低，用它的血液来炼制天空龙血丹，品质恐怕要更胜一筹。但我感觉我的血液比他更强。
都行了，不说这些，你看姐妹样，我可是等着品尝的。这可不是给你吃的呀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这是失控了！不好！所有学员、长老，速退！走！小火太大，竟难以控制火焰。啊！学院恐怕要被毁灭。这样的事发生，你们快走！
莲是我所造，就算付出再大的代价，我也要控制住他，别让他伤及无辜。给我回去！今日必死，绝不能让火莲爆发！年轻人，停下来！两位，火莲就要爆发了，你们赶紧离开。这二人究竟是何方高人？这两位总算肯出手了。大长老，他们是迦南学院的守护者，不过他们只会在学院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出手。护长，撕裂空间，驱逐火莲，好生厉害。这等逆天力量，恐怕连地魔老鬼都难以相提并论。我的好师弟，今日算你走运，待我重整力量，再回来找你。结束了吗？还好，内院没。白老，今日多谢两位出手，不然这内院恐怕就不复存在了。苏秦小子，你这大长老可当得不称职啊！若内院真遭此大劫，你死上十次都难以赔罪。这两位是千老、白老，他们当年也是迦南学院的大长老，如今退休了，正在享清福。学生萧炎，见过千老、白老。今日之事因我所致，若要怪罪，我萧炎一人承担，与苏谦大长老无关。你是当年那个掌控青莲地心火的少年？啊！倒是没想到，内院连藏经阁守卫都这般厉害。我记得。当年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大斗师吧，短短几年时间便到了这个层次，迦南学院总算出了一个不错的学生。若是芒天池那老家伙知道了，只怕又要得意一番。你体内似乎不止一种异火，能将几种异火安稳地融于体内，这功法堪称举世无双，小子，日后外出历练，可得多加小心。小子受教了。
没想到这么多年后，居然还能遇见一名恶难毒体的拥有者，真是令人意外。唉，不过可惜，每一任恶难毒体的拥有者都是差不多的结局。两位不要一出来就吓唬人。今日还好有萧炎出面，不然以那地魔老鬼的实力，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局面。行了，也没说要拿他问罪。地魔老鬼是吧？没想到今日居然还能再见。居然还活着！啊！百裂千木，没想到你们两个老家伙竟然还没死。你这老鬼都还活着，我们怎可能死？千老、白老，不能放过这个老家伙。这些年，我们迦南学院不少学员都被魔炎蛊所害。今日若放他离去，日后定是大患。若他们真要下手，恐怕今日得命丧于此。千老、白老，千万别让那老家伙逃掉。不要心急，这老鬼逃不掉的。这次由你出手吧。还是老一套空间血盾，这么多年了，这个七星斗宗毫无长进，今日便由我来了结以前的恩怨。这便是斗尊的实力吗？哼，斗尊，你倒是高看我们这两个老家伙了。我们只是略懂空间之力罢了，与真正的斗尊比起来还差得远呢。这样都还不能称为斗尊强者？我与老柏顶多算九星斗宗吧，虽说与斗尊只有一星之差，但就这一线之隔，耗费了我二人数十年之力，依旧未能成功突破。里面竟没有丝毫灵魂痕迹。白老，能把地魔老鬼的尸体交给我吗？二老，苏谦想请两位帮个忙。这小家伙中了剧毒，需要斗尊强者才能彻底驱除，不知二老能否联手为其驱毒？居然需要斗尊强者才能化解，小子，你过来让我看看。这东西号称魔毒斑，是一位斗宗强者凝其毕生斗气所下，剧毒无比，非斗尊强者难以驱除。居然能让一名斗宗强者耗尽毕生斗气来对你下毒，真给你小家伙面子。